把保险金吐出来，不然我就找立委，我看记者会，我让全世界的人知道你是破坏人家家庭的死同性恋。你先回来，滚！你啊，你不要激动。如果我当时足够有钱，如果我没有离家去北京，如果当时我们就是不管不顾，我们就是结婚了呢？如果没有，后来也没有换。这个药在中国会有很大的市场，因为有很多的病人需要这个药来救命。摸了吗你？摸了。看。 能不能跳？跳不跳？四条人命，二手把一模一样。你这个心思多久了？反正冷冻凉了，我就到现在，他妈找那个做，也可能他就喜欢做。